最近的墨尔本阴雨天有点多，真的想吃点暖和的。恰巧有空约了朋友来吃这家价格便宜、菜品新鲜的韩国自助餐厅。这家店店面很大，分上下两层，大部分的菜和肉都是在楼下取。不知道怎么取餐的朋友不用担心，热情又体贴的工作人员会跟你解释清楚的。你可以取一个锅，然后选择你想吃的方便面吃。不想吃面的朋友可以加一些配料，自己 DIY 火锅底料，而且这里还提供火锅汤底，那个汤底又香又浓，你一定要来尝一下。这边的肉种类多又新鲜，生肉主要有五花肉和牛肉，最特别的是在这里还能吃到新鲜和牛牛肉，用它来烧烤吃真的太美味了。这里还有很多腌好的牛肉和五花肉，那腌制过的肉吃起来又多了些味道，烤起来也是非常香，我一个人就能吃好多。另外海鲜类有蛤蜊、虾和鱿鱼，这个蛤蜊特别适合放进火锅了煮，简直绝绝绝子。这里还有很多蔬菜，最近澳洲的蔬菜价格蹭蹭上涨，大家都抱怨真的吃不起蔬菜，不过你不要担心，来这里吃你可以吃个够。Nice. 喜欢吃小吃的朋友也可以拿点小吃吃，这里有炸薯条、炸饺子、炸鸡翅、海鲜葱油饼，还有芝士披萨，我特别喜欢吃这个 pizza， 芝士特别多，拉丝也很多，比其他 pizza 店卖的一样好吃。另外还有一些炒菜，有炒粉条、炒牛肉和炒米饭，总之这里的东西真的应有尽有，符合所有人的口味。话不多说，拿上东西就开吃吧。